现场的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分数的核对。两位师傅呢？哎，到了一分五十秒，哎，怎么没师傅？加一加二。鲜鱼和吃的项目的场内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数制一下。要完队了。比赛现在进行，开始。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那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的。哎，这个火候怎么评啊？火候还是在评判。谢谢你们出。